这一刻，他们的沉默震耳欲聋。结婚的好处是什么？你这个咯，那个钱挣。妮比的微笑唇也有笑不出来的时候。但我有猫咪纹，猫咪纹在哪里啊？一点都看不出来，真的看不出来。有一天我爸看着说：“哎，你这怎么黑黑的？”我说：“那个是猫咪纹。”他说：“什么猫咪纹？”他说：“你这黑的。”我说：“不是，我说这是一个纹，是个皱纹。”爸爸真的很喜欢这样。邓超从杨洋的全世界路过，吃豆芽时他在，还说了一种撩妹的感觉，豆芽进食。摸恐怖箱时他也在，这才是我见过的最恐怖的样子。就连自拍时他也在，他拍照之前也是，那个眉头也是这样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摆两下。然后手机拿出来，蔡徐坤涂唇膏的动作震惊陈立农800年。管乐为了完成任务，要对杨超越撒娇。哦耶！哎呀，你怎么会这样子？什么慢慢输也来不及。不是人不应该慢慢的，你不理他怎么办？是在撒娇。啊？是在撒娇。啊？魏大勋说白敬亭坏话时被小白抓包，都是小白，跟我没关系，真的，我回头跟你好好讲这故事。一句春晚把徐志胜干沉默了。我见过志胜在哪？春晚。哪里春晚？中央电视台一分钟的那个脱口秀吧。你春晚下来以后聊过春晚的话题吗？在节目中没聊的话在这儿开启吧。突然吃得这么猛。当孟子义走秀时要扮演猪八戒。我像吗？你啥兔子精？猪八戒。猪八戒。什么意思？药片掉在地上的那一刻双方都沉默了。